我们每每吵架累都要累死了，天天上班，一天休息都没有，天天都在上班。这就是要换班，你这不应该说。我不想过，于是你看。到底想干什么啊你们啊！我不要命，你把那些不应该都搞走，躺在地上你都拿走，可不可以？你滚这边的时候不要干了，你搞得这么面了，算了，叫我滚蛋，出去，出去跟我不要说。